胖胖虎，贝贝灯，胖胖虎开始世界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，啦啦啦啦啦。亮哥哥，你们心情很好哎，你怎么突然在一起唱歌跳舞啊？哼，因为我报名参加海底世界的歌唱比赛呀、啊，今年我一定要赢过歌王小海豚。哇，歌王小海豚哎，他可是蝉联多年的冠军哎，这难度很高哎。哎，我多试试看几次，怎么会知道有没有机会呢？胖胖虎说的没有错，我们呐、啊、应该要勇于尝试，不轻言说放弃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一招，就是呢了解歌王小海豚的成功秘诀。成功秘诀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海豚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我是爱唱歌的小海豚。的海豚啦啦啦啦啦，温柔的海豚啦啦啦啦啦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深蓝的大海里游啊游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深蓝的大海里跳啊跳。调皮的海豚啦啦啦啦啦，温柔的海豚啦啦啦啦啦，唱歌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爱唱歌的小海豚。小朋友，你们好啊！胖胖虎厉害！哇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很有精神呢。问问看你们哦，请问你们有看过海豚吗？那我来考考你们，你们知道小海豚有什么厉害的绝招吗？哇，小海豚呢有非常多厉害的绝招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当一天的小海豚哦。那么各位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就要先来抽签，一起唱歌跳舞暖暖身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啊，那现在要来抽签喽。打开来看看是什么？打开看看，要跳的是我们是马吉，是我的马吉，马吉马吉马吉，好变成爱心，快跳，要变大马吉了，加油加油，在一起，想出的感动难以忘记，快乐的 baby， 七个表情，啊，好牛逼，好了，一起唱歌哦。小海豚非常厉害，跳一首歌不够，不够不够。对，我们再跳第二首歌哦。那你帮我们抽一个。好。那是什么歌曲呢？你抽到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。是什么歌？卡加布列岛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小青蛙，小青蛙，可以跳最高，加油！一起唱，啦啦啦啦啦，看谁可以唱到最高。来比赛哟，大家要和我一起唱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身体呢都已经暖乎乎，已经暖身好了。请问小朋友，你们还有精神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去进阶版的小海豚接球游戏。
小海豚来接球，分为羚羊队以及天竺鼠队，由一队发球，另一队需要将球打回对方的框框内。如果球有打回对方框框内且落地，则获得一分；没有的话，则对方得分。比赛倒数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敬礼！各位小朋友，请问你们都有了解游戏规则了吗？两队猜拳，看谁赢就可以拿到发球权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天竺鼠队拿到了第一球的发球权。那么各位小朋友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就要给泡泡虎拿到发球权喽。准备好的话，加油，要开始发球喽。预备备 ，Go！ 加油！加油！羚羊队得分，耶！羚羊队，羚羊队，羚羊队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天竺鼠队把手手举在天空上面，一起闪一闪，说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准备发球喽，好，预备。那这次由你帮我发球可以吗？好 ，Go！ 哇，传给你，发球，一起发球，不，换你，一二 ，Go！ 一二，哇，天竺鼠一个发球，我们获得了一分，哇！哇，天竺鼠队呢赢得了第二局，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小朋友，你们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！我们今天体验了一日小海豚生活，小海豚在海洋里面游泳、唱歌、跳舞、顶球球，是不是玩得非常开心？对不对？对！难怪歌王小海豚可以年年得冠军，原来是要保持开心的心情，做什么事都可以顺顺利利。恭喜所有的小朋友今天都得到小海豚徽章。那么今天的泡泡虎看世界成功，唱唱歌跳跳舞，深蓝的大海里吐泡泡，唱唱歌跳跳舞，深蓝的大海里唱唱歌，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海马完成了，我们一起去海底探险吧。
是神奇的比目鱼，随时随地改变颜色。Yeah， 我是神奇的比目鱼，谁都找不到我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我是美丽的野海龙，长长身体就像水草，小心点。我是美丽的野海龙，谁都找不到我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我是聪明的鲨鱼宝宝，轻轻松松把你找到。知道啦，我是聪明的鲨鱼宝宝，能把你们都找到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快来快来捉迷藏，嘟噜嘟噜嘟。一起捉迷藏。宝贵的遗产。一个农夫在一个村子里种植葡萄树，他有两个懒惰的儿子。孩子们，过来帮帮爸爸，这样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们也能种葡萄田。哎呀，这样的事爸您就一个人做吧。我们要和朋友一起玩呢。父亲想教儿子们干农活，可两个儿子却听而不闻。后来有一天，农夫生了重病，农夫叫来两个儿子。我为了你们在葡萄田里藏了宝物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把那个平分了吧。父亲死了以后，两个儿子为了找宝物来到葡萄田，但是在广阔的葡萄地里找宝物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太累了。爸
爸爸到底把宝物埋了多深啊？两个儿子把葡萄田挖得更深，却依然没有找到宝物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秋天到了。哇，你快过来看看这些葡萄串吧。你看过这么又大又惹人喜爱的葡萄串吗？哇，哥，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像蜂蜜一样好吃的葡萄。两个儿子手拉着手，高兴地蹦了起来。爸爸藏在葡萄田里的宝物就是这葡萄。你说的对，哥哥。爸爸想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挖，就能得到肥沃的土地。两个儿子终于明白了爸爸的用心良苦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努力种葡萄，过得非常幸福。卡通明星，猜一猜。提示一，哦，这次要猜的卡通明星不是一位，而是住在海底的一家人哦。提示二，尖尖的，今天的卡通明星有尖尖的牙齿哦。尖尖的牙齿，还有像这样游泳的方式，咻咻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收看《悠悠点点名》，一起找出卡通大明星。住在海底，还有尖尖的牙齿。小朋友猜到了吗？就是鲨鱼家族一家人。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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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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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今天跟鲨鱼家族一起唱歌跳舞，真的很有趣耶！下次一起再来玩卡通明星猜一猜。啊，火山就要爆发啦！火山爆发停下来，用石头一起努力，火山爆发停下来，真棒，哦耶，火山爆发结束了，熔岩流也没了，火山爆发结束了，谢谢你暴龙啊。草莓姐姐，我跟碰碰虎吵架了。吵架？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因为我跟他借东西的时候没有跟他说一声，就直接拿来用了。哦，原来是跟礼貌有关系啊。悠悠妹，你要记得哦，当你跟朋友借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得到对方的同意才可以使用别人的东西哦。
我知道了。那草莓姐姐可以陪我去找碰碰狐，跟他说对不起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我们走吧。碰碰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拿你的东西来用，可以请你原谅我吗？ OK， 我原谅你。那下次要借东西前，记得先跟我说哦，我才不会找不到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还可以当好朋友吗？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啊。太棒了，小朋友要记得跟悠悠妹和碰碰狐一样，学习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宝宝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哦。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大象溜滑梯完成了，来跟我一起玩游戏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 Phone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。